大家好，我是乡野吉祥。看到今天下起了大雪，这期雪下的挺大呀，昨晚上下到得有二三指厚的雪，挺厚了下的。然后一会儿呢，咱们去黑龙江边去收收渔网去啊，看看这一路的这个下雪过后的风景。咱们一会儿收渔网，看看渔获咋样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已经到黑龙江边了啊！现在下着大雪呢，正在下着大雪。这家这雪下的挺大呀，然后挺冷啊。咱们得去收收网去啊，上水里边去收收网，看看渔获多不多啊。走着啊，走着。这个鱼篓没拿来吧？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真冷啊，这家伙。去忘带鱼篓了，逮着鱼都穿环里边了，穿裤兜里边了都，逮了好几条子，掏不出来了呢哈。那他妈滴着尾巴滴着出来，看这什么鱼，朋友们啊，有没有认识的？拎着翅膀好看。哎呀，这种鱼叫华子鱼啊，这是华子鱼，我们管当地管它叫花翅子。这个鱼是非常好吃的，这个鱼肉质特别嫩。然后还没有刺，这个鱼它是就一根脊梁骨一根主刺，然后没有毛刺。然后这个鱼的价格也非常昂贵的，这个价格，这个鱼好像就是这是小型鱼类，长不大啊，就是小鱼就好几十块钱一斤，贵的时候能达到将近上百块钱一斤都。这个鱼是非常贵的，花翅子鱼，这叫华子鱼，学名华子鱼。然后再看看下一条，下一条看啥货啊，鸭了，哎，大鸭了。看这个，这个是鸭络啊，这是算大个的鸭络了，这鸭络就不小了，挺大的大鸭络，鸭螺鱼，这是黑龙江鸭螺。然后再看这个啊，怎么忘带鱼篓了，你看从裤兜里掏吧。哎呀，这是啥，江雪鱼啊，也叫山间鱼。哎呦，掉了。这个是江雪鱼，学名江雪鱼啊。它这个鱼的鱼肝，它的肝脏特别大，这个肝脏是淡水鱼类里边唯一一种能用它的肝脏做鱼肝油的一种鱼，这是江雪。还一条呢，哎呀，四样变魔术呢是吧？又来一个，还也是华子鱼，这个也是华子鱼，这两个华子鱼挺大，这是大个的华子鱼了，就算是。啊，咱们一会儿再收入那个小眼网去啊，看那小眼网怎么样？我灌点水，没事吧？这个。小眼网也收回来了，这个得那个小鱼小鸭络鱼啥的收回来了。这两条鱼货还行吧，也不算是太多，但是也还可以。看啊，朋友们，这是我们在往家走的这个路边，这个树上的树挂，这个下雪下的树挂非常漂亮，咱们看看啊，看看多漂亮。